下去看看俺画画的。这个早起我给他唱出起来都去主场了，回来俺娘说画画累着来了，我下去看看家上来吃个饭了。我看俺啥时候走呗。去吧。
啊，你回去准备时间点，你愿意吃你也上。一会儿早起你活着吗？哦，你上去这个我也吃。不去啊，啥地方活动？啊，叫你活动。叫叫回去叫七月喝点酒菜，你上哪里？妈奶奶去了。妈耶！哎，你说你上哪里去？你在这吃啥了？你不吃了，你让别人赔钱。就是，那还吃了老弟，你说这老板给我啥拿的？我还要老板给啥？你别拿老板可吃。给你身体啊，你别身体啊，净走的净走的。你明天别黑我吧，我正好没啥老板。哦，你还挣不到一分钱，我先能打电话了，你。